在上周节目中，我们走进了那个硝烟弥漫的抗美援朝战场，也感受到了令军骄人倍感自豪的打不断、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精神。与此同时，我们还走上了高原，了解了军民一家、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，甚至对于严复先生所倡导的爱国、求实、重群的精神也倍感亲切。交通学院老干部合唱团更是以一首英雄赞歌让大家激情澎湃。四支参赛队也是稳扎稳打，参赛选手更是不相上下。我的回答是回答问题铿锵有力，尤其是圆通四海的汪子胜教员还为大家现场表演了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选段，今日痛饮庆功酒，豪情满满的为大家加油鼓劲儿，加油！四支战队谁最终夺得终极英雄最强战队呢？继续来观战。蛟龙出海战队，请抢答。